以法师，各位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啊，今仔日就是佛七进了第四天，大家无留啊静静的，后手要三天，啊，就佛七圆满。时间这个会使讲足紧，安尼一日一暗安尼，你像迄转轮安尼，车轮安尼在碰在碰，马上就过一星期，所以是问咱大家爱好好精进，用心修行安尼。啊，即嘛就是要来咱长讲这回向，阿加慈悲，即嘛要来讲。这两种是菩萨的运动者，咱大家嘛是要有菩萨，所以也是爱做的。即嘛就是第五谦虚啊，谦下，谦卑低心下气的意思呢。是讲咱要度人，你若无谦卑低心下气，安尼。咱看到都惊几啊，退几啊步啊，他有要搁来亲近咱呢？所以这个谦卑、谦下，实在是菩萨的做到这个程度才当度众。但是咱嘛是要将来要做菩萨，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修菩萨道的人爱有这谦卑。也是的心嘛，所以这谦卑啊，也是咱修行一个大众生一个大重要的问题。引导人来信佛法，也是个牵引的力量真大。我常常讲，那是讲咱佛教徒呢，含一贯道的教导比起来呢，比不上。人一贯的哦，依靠地的安尼安尼准云波啊，热天就凉水啊，寒天就烧的安尼，一出的来，真亲切，真谦虚，真安尼礼貌礼貌貌哦。所以你看一贯的呢，伊历史在咱台湾四五十年。伊安尼发落去安尼，哇！大经寺、大经庙起个安尼，全省拢有安尼。你看咱佛教你看，佛教在一挂外省发出来，也能传安尼个，安尼也做啦伫底讲长讲也好，写文章也好，同的安尼尽力的推广佛法。要不实在，那台湾佛教呢？那想讲无只外生发出来，要想讲像日本时代安尼，拄啊关门起来是。我较早初出家就是讲，等于做事，等于摘菜，等于你唔当的塞车当的无聊了。你就毕竟所有的精神，所有的时间都。干那做一些农务的代志啊，做袂了，他有时间当看经读书，阿免怎讲讲听。所以我心啊，常这感情真是讲，新闻我输了，人家讲为大法师来，别是热啦，啥人家来哦。事实上，咱台湾足有福气，但较早唔是安尼哦。像阮叔公因较早经营迄个的确是。每去发展这个是用啥呢？无香炉，用当锅做香炉。迄个这个是树拿，就安尼白遐作些一挂山啊厝拢白遐食了了。这样才改做拢就挺恐怖哩。哇，实在是，阮施工接无眼睛来想，阮又来想，要欠人负责所以呢。这事实上，佛教经的都唔是干代志，是农业
做事啊，实在是爱啊爱经营佛法，所以佛法互众生会捌会了解，因正生出来供养，爱来恭敬，爱来护护。那讲，咱在家菩萨比一波是一波鱼，啊，两日一张车两日拄啊好，一波是一波鱼。啊，咱要去出家的时常就是啊，比丘比丘呢，拄啊四个念啊，一张车才会当当吹动，才会当发电。啊，你若干来讲出家人。哦，你啊 ，BQ BQ， 哦，刚才两行啊，两个念啊，按不欠两念，按门在行，歹行，啊，就是爱四念古作，咱这个用法轮的车呢，才吹动会行，所以我正在感受讲，这处这边的佛法啊，啊，五十年来实在是咱台湾佛教最兴最发展，啊，那你讲比一贯道，咱也属于的。哦，伊个道场偌亲切，也毋是干那呢啊！你安怎个啊？我爱去个信，啊，我安怎个拜天？安怎个伊就安尼自在自在，讲着你讲，你这里我都要道你就对。哦，伊那毋是干那呢啊！这样人要道这个人，伊就直接去你个家，你个家庭，该倒做工过，该倒洗碗、倒洗衫裤安等。哦，你讲呢？道众实在心力实在足虔诚的是，那讲比较啊，咱佛教多啊，就是咱讲好，咱就是讲方便啊、随缘啊，安尼啊。啊，若要真正哦，道众的力量，因也较因实在足虔诚。不过我在家安个研究起来，吼、哦，一贯道过来这持斋，真也是足有一个功德真大呢。阿人伊安尼吼，不过是讲，啊，咱较早也无是素一罐啥，伊对因啊开素一罐开啥货安尼，哇，实在会使讲真正啊，鼓励人减造业，啊多造福，意思也是。所以咱即摆来讲这的，这样是讲这个谦虚的代志，是谦下就是。啊，谦虚就是恭敬的意思啦。啊，对人真恭敬，就礼貌啊，财神接不啊，真正礼貌貌的恭敬。啊，个第二就是，那个哈度量啊，量多真大，度量。人讲啊是，哦，像个海啊呢。啊，糖就是包容开，还是好甲歹，伊拢包容开。哦，人讲，用迄个心包太虚，用酒洒开，这是佛陀的心，就是安心。安尼佛教，咱佛教徒嘛爱学佛陀的心，爱真个包容，爱度啊，量度人个，度量真宽真大呢。哦，过过来，谦虚也是卦。迄、那个咱的卦卦爻，迄个名声啊呢。过过来第四就是讲，自满足之意啦。哎，未自满的意思啦，就是谦虚，那是讲，咱啊，什么学历啊，什么道德，什么啥会？安尼无够啊！真正要去可以啊，无自满，无讲好，我真学了，哦，学了真足真满安尼，未安尼啦。啊，真正是讲啊，爱个要个求进步的迄个心情，低心下去啊。吼，也是即个的谦虚，对我介只谦虚，真正呢谦过谦。安尼真正吼，像虚空遐大安尼，哦，啊，第六就是客气啊，对人，哈、哦，信徒真客气，大行都真礼礼貌貌的，啊、哦，啊，就是谦恭，哦，对人谦虚，各有恭敬，有礼貌的，啊，特别就是
低声下气，就是所讲讲话拢先谢谢，啊，冰冰，吼，冰冰棒棒的话，啊，真下气，低声下气，就是啊，真啊，做谦虚的意思。但是那是，要要求要个恶阿未够，迄个态度呢。所以咱那是讲无自觉啦，哦。所以这个谦虚两个意思啊，实在是，是咱人生，唔是干呐讲要学菩萨，要度众，是咱家庭，是咱社会，是咱公司行号，各行都这个谦虚的代志啊，爱啊，是做尽来。太人接物，这是真圆满，啊，这是咱下工，这成功，啊，这这样成就是，吼，啊，即话要来讲一个故事了。不过无讲以前，希望咱大家作为在座吼，伊是这个故事在讲，啊，唔是讲要讲上哦，你唔能讲哦，啊，这时候唔得讲上，讲上唔是安尼，无讲到啥人，是有这個。伊这个是是这一本杂志，吼啊印出来，啊一张鼓励咱教导来学，啊，就是这是世佛月刊第三版，分量拄啊好2537年农历3月7日出啊写出来。啊，咱来叫来做伊的资料，来叫来遮做一个哈，来互相参考，啊，做一个咱做佛教徒也爱学，较想安尼生，吼，这就是讲有一位的女施主啦，伊的环境，会使讲非常的富裕啦，无论讲是财产也好，地位也好。能力也好，也是官位也好，有官就是做大官。或者是讲伊本身啊，真正是了一表人才呢，吼、哦，无人会当比伊较，比胜过伊就对了吼。要不伤过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资格伤悬，也是无人敢含去接近，也家己安尼郁欢喜啊。对对，心肝闷闷，未欢喜，无快乐。连这个人，哈、啊，要来说谈心说心声，我讲说有话无当透，啊，要来讲也无人，无这对象的人诶，哈、啊，因为伊的格太悬，伊的哈、啊、生活上太高贵，那是讲。皇帝遐大，遐只有地位，啊，遮大臣不能讲歪的，歪讲对的，讲唔对煞害死，煞才赞。啊，是个咱人也是安尼，像这朱家馆是普通人唔讲歪的，啊煞安尼个人有污污的，嘛无当去担心，无当说说心声是。啊，我最近得来。请教这个叫无德善书啦，讲是安怎样啊？才会当人得到大家安尼啊？吼啊，有迄个毅力啊，啊有呀啊，大家会当人欢喜来亲近，互相谈啊，做朋友安是。哦，无德大师就甲伊讲啦，你来当人随时随地。和各种的人合作，并且啊，含想佛道的样，一慈悲的心肠、的心怀，啊，来讲一挂善话、善的话啊，听一挂善的音啊，啊，做一挂善的事啊，啊，用一挂善的心啊，你就一定会当当。哦，安尼名声真好，啊，大家群众来了，叫我讲做啊，种啊，来讲做迄个，大家都来亲近了，对啊，来跟你礼拜那些。
啊，人讲众人众望所归就对了。啊，呀，这个女技师听了讲，啊，你请问禅师啦，哦，啊，无得禅师啦，啊，这个禅话要安怎讲呢？伊则甲讲讲禅话啊，就是讲讲迄个欢喜的话，对人所讲的拢欢喜的话。啊，所讲的拢种真实的话，哈！啊，讲迄谦虚过低心下气的话，啊，讲迄个利益人的话，哈、啊！这就是叫做善话。你哪会当安尼呢？哦啊！人讲众望所归，大家在来啊，家己也做啊，赞叹而乐的。哦、啊，啊，这李其实得个问啦，啊，善音。要安怎听呢？听禅音，禅的音是要安怎听呢？伊这无得禅师在讲，就是化哈、啊、一切这音声做微妙声，啊，化一切音声好、哦、做微妙声，这个要功夫好啊，这相当困难。第这第一段，第二就是。把人的礼貌人的音声，甲专注主笔的声，我看恁安尼有法度无啊？哦，讲一句就砰砰叫啦，啊，就脾气发起来啦。各方讲好啊，各家讲啊，做啊主笔声，啊啊，所以咱人，我即马讲这个，这个无德上书讲出来，事实上就是啦。咱佛教徒爱运动的恶。啊，真正行菩萨道呢！啊，这个第三就是诽谤的声音，来转做帮忙的声音，都诽谤咱是是非非啦。啊，咱甲就迄个声音嘛，甲转做这个在帮忙、在鼓励人的声音嘛。哇，这嘛是真歹恶。哦，各个第四层就是讲，在哭的声，在闹的声。啊，即从讲只粗话声，啊，讲只歹听的声，拢甲吼，无甲介意啦，无甲看开啦。即就是什么声？吼、哦，啊，你啊看，声不是家己只字哦，就是生活上所听的话，歹甲听做有准变好的，这才是真正声的讲，一说入声的什么哟？佮过来，伊这个女技师就佮问：啊，讲禅的事是要怎做呢？禅的代志是要怎做呢？哇！伊这无得禅师就讲：第一层，禅师就是布施啊！啊啊，唔是讲啦，这个布施唔是讲啦，讲吼做用钱、用功，就是讲用护法来布施，把人这嘛弄来弄来在布施方面。所以第一层呢，就是。布施就是善的事了，啊，过来第二就是诸善的事了。哦，诸善事个成什么安尼吼？咱这个做诸者，哦，全世界做诸善，这嘛是善的事。哦，第三就是服务的事。哇，人有为人来个服务，来个帮忙，哦，啊来个安尼哈啊。做一撇之力，啊，做一代志，安尼共同承受这代志，是讲咱哇，这么苦教啊，有这这家啊义诊啊，啊是救济啦，啊咱来到服务到责任。如讲这我这么这看这社会风气，看了这实在真甘心。一看呢，家庭真美满。啊，较无代志，爱就去病院啦、下医啊，做啥物公共场所做义工，哇，这实在是即马即个风气，会使讲真好，啊，所以台湾即、這个咱即个社会，事实上也愈变愈好安尼，啊，是时机问题啦，将来一定啊，依照即现现现在做起來，一定将来真好。哦，各国啊，就是合，第四就是合乎
发的代志，啊去到帮忙。我是讲哦，咱即马佛教的咧举办药群法会，啊，咱就来到吼整理环境、打扫有诶无诶，啊就是到布贴咧迄个场面咧，吼啊是干净的所在，咱就来护持来庄严。诶，咱这佛法的代志啊，咱啊唔是干那讲做寺庙，就是讲爱听佛法，一愈听心才愈明，啊愈才心明才清楚，所做才是也对这个佛法有正确个呢，啊，安尼那无，诶，即马就是讲。不，这个这条代志好。